我这是走一个难追的点，因为那边去追的话，肯定要往大房子跑了，那烦的要死。空姐，魔术，叫分身了。没加速了。VIP， 反正这边没祭司啊，没祭司就可以挂。这样一来，佣兵来救的话，两个人都得倒。秒救吗？哎，不行了。打个双刀啊！美得不行，这个节奏。强势会过来。他不来吗？不来了，集结石。结石来救的话，八成是死，不好救的。当我没说。打针对了，这边一定要把这个魔术师给带走。拖不了多久了，这二楼两块板子踩了之后必死，没办法拖。儿子跑不掉的。这个没治愈的佣兵怎么办呢？反正他稳倒。这把应该没了，他们稳输的，直接找那个调香师就好了。找上一把输的分赚回来了，他
还不错。哎，我看见了。干嘛呢？这至于还有？我现在坐等那个调音师起来，我在安心去抓佣兵。算了，耳明亮了，我看见了。那就不算了，直接带走吧。刚才拒绝投降了，现在需要等，找找吧，十五秒，看他死在这台电机死哪了。尸体呢？那能不能？死的时候一直在用护臂啊，护臂弹哪去了？中间看看吧，那不然把他留死也行。反正我不着急，投了这小木屋。然后这边船上是有人的，双十一是有两个人，我去双十一那边抓人机会大一点。然后是个前锋，告辞。我看结石的娃娃了。说这个隔窗刀能打到不？我觉得可以。Nice。那你不完犊子知道吗？先吐他一口再说。啊！居然都空了。然后这边，我要小心那个。那个幸运儿给结石搓个遥控器哦！我操，完了，还被撞下来了。
打杰斯，杰斯的小灵精。手机。哎，我刀明明打出去了。还不算吗？没事了，我得存，不能再浪了。不过还好，他们这边修机很慢，非常慢，因为机械师废了，然后这边一直在被骚扰，前锋就一直跟到我屁股后面，然后那个幸运儿被我追，顶多丢两台，然后两台半左右。应该是卖掉了，这个人是不救的，因为前锋来救直接死了，卖了吧，无所谓的，我把他守到死，我传送走。早就知道这个家伙会开球撞，那我就手电机了。哎，我直播掉了吗？你们怎么一堆人重庆了？开不开球？你开球我就传送，气不气？拉手死！这把应该是赢了，调香师在小木屋修，这边应该在凑东西。偏照的家伙凑了个什么东西，凑了一根针。翻！我看见乔恩斯了，这船刚从船上跳下来，我希望我没看错。哦吼！他把地基点了。
这就很尴尬了，我答应账了，还拿到护臂了。 搞了半天的船上电机都修完了，没了没了，三跑了，哦不对不对不对，是一跑了，三杀了，三跑了，打不开，你打不开。 这些人不理性啊，给点利益啊！哎呦，好多人哦！ 今天你卖儿子，我也要锤你，不然这个幸运儿就把他捞跑了。幸运儿又给他出个手机，我上次就吃了亏了。翻翻翻翻 ，nice！ 三电机，哎，你救不了了，没滋滋，稳的流油。 游得下来吗？游得下来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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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等推演太慢了，不如直接全部都赶紧的。我感觉玩了国际服之后，这个鼠标速度变得好慢。